哎，我想问问你们平时跳广场舞的时候，这选择歌曲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我们选择的标准就是欢快的，激情的，有一些力度的。非常非常喜欢，是吧？非常非常喜欢。都能唱吗？你们都能唱吗？他们的歌？唱，都会唱。都会唱啊！一般排一个舞要多长时间呀？一个晚上。他们一个晚上写首歌，然后你们就排一个舞。对，比我们还高产。对，你们就是他们歌一出来，你们就排，是吗？对，是的。有没有邀请过他们加入到你们这行列里，跟你们一块跳一跳？那我们要邀请到，我们太高兴了，可是找不到。这个没问题。其实大姐，我告诉你，接下来大惊小芳要做广场舞的演唱会，而且是全国巡回演唱会。咱们不去那个维也纳，也啊、不去那个金色大厅，也不去体育馆。我们就到各地的人民广场，跟我们的这个大姐们一起来共度一个，还不是一个愉快的夜晚，是一个愉快的白天。太好了，我们期待着。大姐，第一站就到你们那儿啊。好的，我那广场可大了啊。好嘞，谢谢各位大姐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